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女儿的包裹到了。这个包裹里面呢是给她买的绘画的工具。尽管幼儿园开学了，现在疫情期呢，也不打算送蜜拉去幼儿园。现在幼儿园也是挺危险的地方，是吧？蜜拉妈说，既然不打算把女儿送幼儿园去，那就把家里打造成一个幼儿园。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买这个牌子，在 Crayola 的官网买的，惠儿乐。应该中文叫惠儿乐。这个牌子是专门做宝宝绘画的一些工具啊，蜡笔啊，彩笔啊，水笔啊之类的。这是第二个阶段，24个月加的宝宝就可以用了。那蜜拉现在已经2岁多了，那他现在可以玩这个了。特意标识了无毒的，这个是一个可重复使用的画板。然后这个蜡笔呢是可以擦掉的，这后面有写，如果这个蜡笔写在衣服上或者写在墙上，都是可以轻易的擦掉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给宝宝用啊，这个是美国的牌子，但是呢它是中国制造，其实国内的技术非常棒啊。这个呢是第三个阶段，36个月宝宝用的，我估计蜜拉应该可以用。爸爸马上来啊，在女儿叫我了。它这个里面呢还有9个不同的邮戳，不同的图案。根据它这个说明呢，第三阶段主要培养宝宝的批判性思维啊，里面还包含了8支大的蜡笔，也是可水洗的。这个是第一阶段，有3个可水洗的蜡笔，应该叫蜡球吧。据他这个介绍呢，是符合宝宝人体工程学的，因为宝宝这个阶段是需要抓东西的，这是适合12个月大的宝宝用的。第一阶段买的时候是一个套件，所以里面还会有这个围裙，还有一个围裙，这个小围裙就是玩的时候避免把衣服弄脏。当然它这个东西都是无毒的，可水洗的，带一个相对干净一些，是吧？我们经过对比，那买套件是比较划算的，同时在官网上买会比你在亚马逊上买单买划算很多，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去它的官网购买。这个套件里面还有4管不同颜色的水彩，有蓝色、红色、绿色和黄色，也标识了无毒的啊。先玩这个吗？嗯。哎，把它那个架上。这个是画纸。蜜拉，你干嘛呢？刚破。正好把这个画纸放在给蜜拉买这个小画板上，可以不？他知道这个是这样贴的。有吗？有。哎，别用手去放，直接拿。这样，来给爸爸看一看。这个就是一个邮戳，是吧？对，这就是盖章的那种盖戳的那种。啊。真瞎搞。嗯。对，我们之前在图书馆穿过这个衣服。把这衣服穿上才能画。去年带蜜拉去图书馆学习的时候，学画画也是要穿个衣服的。这个爸爸拿。哎。嘿嘿。可以啊。给爸爸对比出那个时候的他，现在的他。蜜拉，你想要哪个颜色画？你想要哪个颜色？先给你个红色吧，你看，画个太阳好不好？咱画个小花花好不好啊？咱给你黄色的小花花，你来，你想要哪个颜色画？这个没有水，这个得蘸。啊，对，这个得蘸水。啊，你拿这个画吧，好吗？你想要这个蓝色是吗？给你打开，好，画吧。哇，这是蓝色，对不对？嗯。你要换个颜色的话，就换一个啊。嗯。蜜拉，你画一个什么呀？嗯。你这现在完全就是艺术啊。咱们一会儿验证一下是不是可以洗掉啊。画手上了。来，换个颜色吧，明然，好不好？哎呦。哇。嗯。你要不要来一下？你看妈妈可以洗掉的。那妈妈去验证去了。蜜拉，你过来，来爸爸这儿。
你接着写，爸爸给你打开来。好，没事。一洗就掉是吧？嗯，还挺好的。这个是什么颜色，米拉？看看他们大手长不长？妈咪呢？妈。嗯。可以了，试试。你试试。让他在你套里边，竟然没有颜料。圆形的，妈妈给你往手上抹哈，你用手画呀。哼，你看像爸爸这样，来给我试一试。那个没有颜色。这个没有颜色，米拉。来，你给爸爸抹点吧。你给爸爸抹一点，来。来，你拿着给爸爸抹点。你给爸爸挤手上，用这个。这是蓝色，来，米娜，来，你拿着这个，别加紧猛了、哦。嘿，看，你看爸爸，哇，啊，这个好油啊，水性笔，哇，米娜来，跟你在图书馆照的是一样的。是不是？再来一点。现在就干了。对了，再来一点。哇！拿起来！哇，这谁的小手啊？啊，这谁的手啊？哇，这是谁的手啊，米拉？啊，这是你的手啊？还好看吗？你的手？哎呀！哇，修长的小手手！再来个别的颜色好不好？两只手搓一下，两只手先搓一下。两只手搓一下，哎呀！哎呀！来搓一下，哎呀！好，摁下去。哇！哎，你看，哇，你看，这谁的手？哇，你的手啊！哎呀，这你的手啊，好棒哦！哇，这你的手啊，好美啊，你的手！哈哈哈哈，还有什么颜色的呀？好，两只手先搓一下，搓一下，对了，摁这。三个颜色，很有质感。爸爸拿一个，好，嗯，来，我们一起写来，米娜来，我们在这写。爸爸，嘿，你看，你看，是不是啊？拿着红的写，反了，拿尖的地方写。拿这儿，啊，这样。嘿。这个就是艺术，大师了，是不是？
爸。给爸爸。好。照片，他穿这个衣服，这个衣服都可以到他膝盖下面。哇哇！哎，能动吗？对。来，妈妈给你打开。嗯。这个是印泥。嗯。然后你看啊、哦。哼。你知道这个是干啥用的吗，米拉？给爸爸一个。哇，你挑一个图案吧，米拉。这上面有大象，有奶牛，有印章。来，这是印泥。哎，这是不要用手，你看啊、哦，你这样摁一下，摁住了，然后往这儿。哇，你来，好不好？你来。哇，你摁了一个狮子。是狮子不？这就是里面那个批判性思维，有三个头，三个身子，三个脚。你来试试不？你来吧，你这只能摁一下。你挑了个更浅的。颜色有点浅哈。对。那你涂这个里面，给狗狗涂色。你涂一下狗狗的脸吧，要不？不要撕这个东西，明白？涂色，再来一个。那你给狗狗涂一下它的脸，好不好？爸爸呀，好。爸爸。嗯。嗯，好，还给爸爸，好。那你给狗狗涂一下这个脸，你看，明白？你看，妈妈，咱们这个给狗狗涂一下脸，好不好？涂色。嗯。这个。小老鼠。嗯。你来给狗狗涂个脸，好不好？嗯。来。三岁加的是拼成图案的，两岁加往里面填充颜色，用这里面不同的图案的纸。